婆在家吗？有人在家吗？ 有人在吗？谁呀？进来吧，门没锁。哦。老郭啊！哎呦，大妹子你来了！嘿，我这地方不难找吧？哎呦，要不是出租车司机他认识路，我哪找得到啊？你快坐，快坐。哎，你看我这个样子啊。 又不能给你端茶倒水了，伤得不轻啊，伤筋动骨100天呐、啊。现在谁照顾你啊？女儿女婿晚上过来照顾我，白天他们都上班去了。怎么你们看着我门都没锁呀？有什么困难给邻居打个电话，他们进出也方便。哎呀，这房子有年头了啊。嗯，这是我们郭姓的老房子。 大片的，我听说最近可能要拆迁喽，保不住了。哎呦，那多可惜呀！哎，对了，大妹子，咱俩怎么说起这个事儿了？你今天来，不是要给我带了一个保姆吗？没跟你一块儿来？哦，我没给你找保姆，我想来想去，毛遂自荐。哦，你毛遂自荐？对呀、啊，我来帮你呀、啊。 我，哎呦，你这怎么可能啊？你这我不敢当，我可真不能用。哦，你是怕我做不好啊？不就是，哎呀，不过就是端茶倒水，烧饭洗衣嘛。你不是这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能给我当保姆呢？你说这工作你连。 你来伺候我，那简直要我的命了。那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走了。这你别，你既然来了，给自己倒杯水嘛。我求你给我也倒杯水。哎呦，谢谢。哎呦。 还真是渴了。哎呀，咳嗽我了。大妹子，不过为了好奇啊，你说你儿女那么孝顺，还都在你身边，你怎么能出来给我当保姆呢？嗯？哎呀，闲着也是闲着嘛，你出来找个事儿做呗。嗯，我去。 不会这么简单吧？啊！你说现在你的身份呢、啊？你是把儿女都富养大了，那就算功德圆满了。你就是想找点事儿吧，也不至于到我这儿当个保姆吧？啊！我猜想啊，你是不是跟儿女闹别扭了吧？是，我是跟孩子们生气。 哎，别，咱别难过啊！哎，我最怕别人眼泪了。你跟我说说，我帮你分析分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来，说。是我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这就对了。咱们这个样岁数的人，就应该自己把自己当回事儿。这，哼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去年我生日。 我老伴过世，我没心情，所以就没过。今年老伴周年过了，我就想，给自己过个生日吧，忘却悲伤，重新来过。就像你在电视台节目里念的那篇文章，说要以年轻人的心理，快快乐乐的度过我们老年。结果啊。 我生日的那一天，亲朋好友都来了，唯独我的3个孩子一个都没有来。这件事情摊到哪个老人身上，都会感到伤感的。他们确实做得不够周到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咱们年轻时候工作那阵儿，不也有的时候照顾不到老人吗？你说是不是？那么今天咱们老了，这个事儿摊到咱们头上了，咱们对儿女那就宽容一些呗。嗯，我不是不宽容，我只是觉得我心里堵得慌啊。你想想看，我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教育长大，我容易吗？现在他们既然心里没有我，那我又何必在乎他们呢？那我也不理他们好了。我就不信，我靠自己，我就不能好好活了。是。可你的气肚子也太大，你的儿女要不知道你的去向，会急疯的。那也是小惩大戒。好吧，一句话，我来帮你，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老妹子，我真不能答应。啊，你想想啊，我们虽然接触没几次，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了。你说你跑我这儿来当保姆，来伺候我，这要叫你的儿女们知道了，还不把我打翻殆尽，踏上10000只脚啊？那你就把我当成志愿者，我的好朋友受伤了，我来帮帮忙，不行吗？这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就这么一个要求，你必须让你儿女知道你在我这儿。不行，我心里这道坎儿过不去。那好，你能留下，我是求之不得的。哎，可你让我怎么跟我女儿说呀？你就说你的朋友帮你介绍了一个保姆，来帮你呢洗洗衣服、做做饭，然后等你伤好了就走了。不过，你真的不跟你的儿女联系了？我要让他们尝尝没有妈妈的滋味。按我们家乡话说呀，你可真是个作妈呀！我可告诉你啊，我的女儿郭红可是个机灵鬼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让她看出破绽了。只要你不说，我会当哑巴。好，不说了。亮哥，还是关机啊？老太太的手机有可能丢了，人都有可能丢了。哎，你赶紧给梅子再打个电话，会不会直接去上海了？可伟明说妈来杭州了呀。那妈也许变卦了呢。打吧。对。嫂子，要不咱报警吧？喂，梅子，妈在你那儿吗？没有啊。那妈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呀？没有。怎么了，哥？妈丢了，联系不上了。啊？进来，在这儿呢呗。哦，哎呦，你又在摆弄你的宝贝啦！哎，谁在厨房啊？我找的保姆来上班来了。哟，那我得去交代交代。哎，你得叫人宋阿姨啊。哦。是宋阿姨啊，哎，郭红啊，是。我听爸说托人在乡下找保姆，可你哪像是乡下人呀？一看就是在单位干过的退休老同志。哎，没有原因，我是在县里工作过。啊，没儿没女，老伴走了以后，待着没意思，所以就出来找个工作挣钱，等到动不了了，回家养老。不好好意思，我能不能看看你的身份证啊？哎，郭红，狗，你过来。哦。怎么？要什么身份证啊？啊？你宋阿姨我早就认识。是吗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呀？我什么事儿都得向你汇报啊！啊？你这个丫头。小宋阿姨，饭好了没有？我饿了。我去做。哎，你在这儿吃吧。是我在这儿吃。哎。爸，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？我瞒你什么了？那个宋阿姨，真的是你找来的保姆？是啊。不会是你在外面的相好吧？我天爷，你可千万不能乱说！你这……我还不知道你越老越浪漫。你说你……哎，爸，那你给宋阿姨开多少工资啊？一个月？这个宋阿姨没什么要求，管吃管住，一个月2000。那好，我给。好。吃饭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宋阿姨，我先预付你1000块钱的定金，到月底再补上1000。我现在不需要钱，不需要钱是你的事儿。我们雇你来干活，总得开工资呀。我们说好，这1个月是试用期。这是你应得的，拿着吧。谢谢啊。没什么可谢的。我们雇你来干活，我们还得谢谢你呢。其实也没有太多活，1天3顿饭，菜米油盐我会给送来，还有就是收拾收拾屋子，洗洗衣服，陪我爸聊聊天。每天晚上我和老公都会过来给老爷子洗洗澡。嗯，行了，我都饿死了，吃饭啊！来，你把摆布拿过来。小心点。 妈，妈，伟明，哎呀，大姨。 我大月，你妈挺好的，我妈挺好的。那，她命比我好。大爷，你命也好，你儿子、媳妇儿、孙子，不都一直陪着你呢吗？不行，儿媳妇儿不是自个儿亲生的，她都是一条心。哎。 哥，哎，你咋来了？回县里出差啊？哎，我找你有事儿，啊，那大姨啊，我给您买点水果，您拿着。嗯，我下次再来看您啊。哎，啊，买水果。啊，妈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啊。嗯。哎，伟明啊，那我妈是把家托付给你了是吧？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他去哪儿有没有跟你说呀？这不是去杭州找你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没上杭州我那儿去，也没去上海梅子家。那，你给他打电话呀？他电话要是能打通，我还跑回来干嘛呀？那他能去哪儿啊？姨妈不会是走丢了吧？你哪天见到他呀？他过完生日第3天，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趟家里，我去了，他就把家里钥匙给我，说让我帮忙照看一下家里。我说您是去上海还是去杭州啊？他说除了这俩地儿我还能去哪儿啊？我以为他找你去了。哥，这姨妈走丢了可不是小事啊。我妈是生我们气了。为啥？应该是她过生日我们都没回来啊。对啊。这姨妈是要面子的人。那天我还纳闷呢，我说你们兄妹仨人怎么着也派一个代表回来，结果我那天还替你们仨给姨妈唱了首歌，她都哭了。都是我们的错，净考虑到工作，没考虑妈的感受。我妈这人脾气我知道，哎呀，她是用这种办法呀惩罚我们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这事儿啊。你先别跟你妈说，免得她跟着着急。啊，我估计我妈会给你打电话，你要是接到她电话呢，就赶紧告诉我一声。啊，还有，明天一早你陪着我，去乡下咱们那几房亲戚那儿走走，看看我妈是不是去乡下了。对对对，好，好。好久没见，哎，到里边去坐坐吧。哎，不坐了，我就想问你啊，我妈有没来过？没有啊，没有来过，没来过啊，没来过。看来我妈没到乡下。哥，你别着急，先回杭州吧，顺着几家亲戚交给我吧。你说我妈她这是干什么呀？她要真生我们的气，随她打随她骂呀，一声都不说，人就失踪了呢。急死我了。哥，你妈是个爽快人，也不会这么折磨儿女的。我倒是担心。会不会遇上什么不测呀？不会的，你别这么说，慧敏，不会的。我妈要真遇上什么不测，我死的心都有。哥，你别听我胡说八道，那个姨妈吉人天相，肯定会没事的啊。我回杭州以后，这边你再帮我打听打听。好，放心吧。梅梅，你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催什么呀？这是。哎，这沈月哥来干什么呀？你们天天跑亲戚，说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们老爷们的事儿，你老娘们就别管了啊！谁是老娘们啊？看你哥一来，你还得势了你，快说。我不能说。你说不说？不能说你就别问了。你要是不说，你今天就不准睡觉。不是，就你那嘴，我告诉你，你那大喇叭，那不是谁都知道了。哎呦，我不说。那你得发誓。我发誓，我肯定不说。那发毒誓。你发什么毒誓？你我说了保密，肯定保密。快说。不能说啊。啊，不说。姨妈她失踪了。失踪了。小点声，我就知道跟你说这种结果。这事要让妈知道，你不让她去死啊？对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说去杭州了吗？那没去呀。那上海也没去啊？没去啊，而且手机关机，你也找不着他。天哪！那得赶快报警啊！万一被人绑架了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大月哥说了，也没有接到什么勒索电话，估计啊是姨妈生他们气，自己躲起来。就为过生日那事儿啊？可不是吗？嗨，我说你姨妈吧，哈，就是惯的，这一辈子就叫你姨夫惯坏了，什么事儿吧，哈，就都宠着他，都依着他。你看现在你姨夫一走吧，撂挑子了吧？你懂什么呀？姨妈毕竟是老人家，那心里还是很脆弱的。哎，这事儿你不能跟任何人说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顺。晚上给我托个梦，妈她去哪儿了喂，小夏，除了县城的几家亲戚，乡下我也都去了。表舅家、二叔家，我都去了，妈都不在那儿啊。我明天一早有个会，正在高速上往回赶呢。我回去以后啊，你把你姐也叫回来，咱们一块商量，看怎么找妈。那你跟姐说吧，她不接我电话。好，哥。还没联系上啊？这交给你了，我得出去一下。放心吧。小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金哥，这两天妈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啊？你见到她了吗？没见到。你确定？哎呀，我骗你干什么呀？ 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哎，别哭别哭啊！来，把眼泪擦一下，慢慢说，怎么了？他是在县城老家走丢的，电话打不通，他关机了，我们谁都找不着他。 哥昨天回老家找了他一大圈也找不着。你说他这么大岁数，那他去哪儿？气死我们了！小夏，别着急，我们回屋里说好不好？小夏，妈一定不会丢的，只要他联系我，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，好不好？ 回来了，白跑一趟，开了一天的车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可别生气啊。我觉得妈这次啊，是有点过分。 也太自我中心了吧！不打个招呼就玩失踪，这子女得多着急啊！一点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那我妈过生日，我们都说好回去的，最后谁都没回去，不是也没考虑她的感受吗？如果我妈因为这事儿想惩罚我们，我们也是罪有应得。话不能这么说吧？ 你没回去不是因为工作上有突发事件吗？你一次生日没参加，就罪不可赦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我妈不会有事儿吧？我想着头皮都发麻。哎呀，呸呸呸！快拍拍木头，你别胡说八道。妈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不可能出事儿的。哎呀。 说来说去啊，这事儿就怪梅子。你跟小香呢，都是因为工作上有事儿去不了。那梅子可是信誓旦旦的说她要去参加妈妈的生日宴，哎，结果呢，招呼也不打一个，人也没来。哎，这现在把我们搞得多被动啊！这怎么能怪梅子呢？我都没做到，我有什么资格说他们？你反正就爱护着你妹妹。 对了，这不是你送给你妈妈的礼物吗？怎么拿回来了？ 这块丝巾应该是你原来的吧？啊？装错了？哎，还真是啊！你装错了？嗯。我给我妈买那块还在吗？那应该在啊，我一会儿去找找。怎么了？你妈看出不对来了？ 我妈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，但这个要让我那俩妹妹看见，非笑死我不可。你把那丝巾啊给换回来，你见着妈，你送给妈，啊。喂，哥，我到杭州了。好啊，我下午开完会我就过去。小香，我通知，咱们好好商量一下。哥，我不太想见小香。我说梅子都什么时候了，啊？你跟小香这点事儿比妈的安全还重要啊！妈在外头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行了，别给我添乱了，我心里都快急死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哥，那你通知吧。 哥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姐，你要出去啊？啊，不出去，进来吧。妈，她脸怎么了？不是你受伤了啊？没有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看，你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 姐夫打你了？啊！史大为他家暴他疯了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啊！上次在杭州出了车祸以后，又是陈海清给他做的手术，他憋了一肚子的火。 觉得全是我的错，不是，谁请他来杭州了？是他自己多疑跟过来的。再说了，要不是海星哥给他动手术，他那小命就被小洋洋带走了。自从他回到上海以后，他一直跟我。这次打我，是因为钱。什么钱呢？ 嫂子不是问我借了10万块钱吗？我没告诉她，结果让她看到了汇款单，俩人就吵起来了。结果她就像发神经了一样。这个史大伟，以为我们沈家没人了是吧？史大伟，我沈香，香香，我看到我姐了，她鼻青脸肿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凭什么动手打她？你凭什么？你有没有教养？你知不知道家暴是犯法的啊？香香，我姐是我们家的宝，我爸妈从小到大连根手指头都舍不得动她，你凭什么打她？你有什么权利打她？你什么海龟呀？我看你就是打洋鬼子一个。 你要是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你看我们家怎么收拾你！喂，喂，他挂我电话，他居然敢挂我电话！完了，你这一打电话。 得发神经病！我最恨的就是家暴。夫妻之间，只要一动起手来，别管是谁，什么恩爱全都没有了。我以后不能管他叫姐夫了，什么东西！哎，你怎么不报警呢？报警？其实他这个人本质不坏。 就是心里有些问题，他情绪没法控制。你说他那天打完我以后就跪在地上，跟我道歉，求我原谅。你说我能拿他怎么办？谁管他心里有什么问题啊？那心里有问题的更麻烦。我看过好多报道，家暴是会上瘾的。你忍他一回，他就下次得寸进尺。我就不理解你了。要是我的话，他要敢动我，我马上跟他分。 我说你又不是靠他吃饭的小媳妇儿，你干嘛要忍他呢？我不是不想放弃这个家吗？本来这件事情，我不想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人同情、可怜我。我觉得我做什么都错。 我真是挺失败的。姐，你别这么说。看到你这样，比打在我身上还疼呢。我们是亲姐妹。 告诉我是哪天发生的事。妈过生日前，怪不得你没回去呢。你说，我被打成这样，鼻青脸肿的，怎么见妈呀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敢跟妈说呀，她本来就不喜欢戴维。 妈还真火眼金睛呢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妈生日第二天就失踪了。哥回了趟老家，找了几家亲戚，现在连个消息都没有。你说妈是真生我们气了，还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呢？我每天晚上都急得睡不着觉。 我给妈打个电话啊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还是关机？这样，咱们等哥来了以后商量一下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就报警吧。 姐，还疼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红茶，谢谢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《凡人小事》，我是主持人沈湘。